那是每天来就是拍个照，还有党旗，看到没有？看那个男的，把防护服全部丢到垃圾桶里了。看到那辆红色的车没有？都开始脱衣服了，这是防护服啊，就拍个照片，看到没有？拿防护服擦车，看到没有？拍完照片了，看都上车，走了。